怎么样，服不服？你不要命了？别给我试啊！别给我试！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比赛那天你服下的毒药其实是解不了的。我用自己的血做了药引子，你不知道的是，服下的人要誓死对魂殿效忠。 这叫血盟！哎呀，哎，小熊，你说我把你变成我的小奴才呢，还是小跟班儿？可这不够解恨呢。 爹打伤了，我要替他报仇，把你的脑袋砍下来。你这是谁？就是附在老皇帝身上的人。我们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，你非得出来搅局。今天搅不了了吧？跟我说再见吧，少爷哥哥。 Thank you.
心儿，让他们走，快让他们走！快让他们走啊！走啊，走！快，快，快走！快，快跑！快，快，快！心儿，少爷，我来帮你。你也走，快点！我不走。快，你听话，你出去以后，我马上就出去，好吗？快点走啊！我说了，我不走。没有时间了，撑不住了，走！我叫后天带他走。走走啊，心儿，走啊，走啊，带他走，走，心儿，哥哥，心儿，哥哥在里面。哎，心儿，心儿，危险，哥哥。萧炎，哎，我说你们就不能先让一让吗？我先把斗气输给他。不会了。不不不，你们不行，你们斗气没那么强。你们说，从嘴进去会不会快点？跟吃药似的。嘴什么呀？哎呀，就是用嘴把斗气灌进去。啊？这能行吗？试试呗。咦，辣眼睛！我还不是为了救他，不然你们来啊，来啊，啊！切，你们啊，一个个心思都太重，还是得回来。下不了嘴，我亲不下去。啊！你们的萧炎已经醒了。醒了。萧炎哥哥。萧炎。萧炎哥哥。萧炎醒。醒了。这什么鬼主意啊？不亲我。还不是我的鬼主意，不然你醒得了那么快吗？重尘上的功法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准学玄重尘上的东西？有没有？你为什么要学？你以为我想吗？这是我唯一的办法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天下第一，没想到这些年我却替魂殿养大了一个孩子。我不是你养大的，我是娘生爹养大的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。我不会杀你的，你走吧。